花好多钱？一个 W。包账。给哪位？给你吧。妈，给我包，你想得出来？给我包，你我的样子常拿得出来吗？我这人。都说养女儿不费钱了嘛。没怎么给我了。哎，那个终于弄好了，可能你是最后一个哈，别都下班了。趁那个灯，他姐姐都饿了，都去买零食吃。你饿不饿？你那个啷个吃？我都吃。哦，那个医生说了正常吃噻。幸好你那个嘴唇，他那条线正好在我嘴唇那个缝缝那里。今儿带大妹过来把牙齿矫正了，说了可能有一年了哈，说了一年的矫正，今天终于来把那些事情办了。因为大妹的牙齿只是说门牙有几颗龅牙齿哈，所以说还不需要拔牙，也挺快的。但是虽然说下班了，但是只花了一个多小时。你吃饭那些都是正常的嘛哈？对，没啥子。你们到哪里去了嘛？天来那天才回来。我牙齿。哎。我看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！金刚牙，你干啥进来呀？你在屋里弄饭呐？我在这个弄饭，我才回来，我就拿银子都没拿到。哎，是要星期六啊，你跑去了？你上班？嗯。他出来都六点多七点了，还得吃点吧？啊，要得。那个是花好多钱？一个 W。包账。给哪位？给你吧。妈，给我包，你想得出来？给我包，你我的样子常拿得出来吗？我这人呢？你啥子？我啃了。都说养女儿不费钱了嘛。他这一次性付完的，就是你从开始到结束都不用付钱的。多了。走嘛，出去吃吧，儿子。我吃筷子都疼。嗯这钱花了，还出去吃饭，你去去啊。嗯。还是节约点儿啊。啊。吃个豆花饭就行了。哎，我是昨天才过路才发现那还有个豆花饭，我还在想说，我说那中午开个豆花饭还要得。你看我的嘴都不嘟起来。哎，有点嘟。有点硬了。他刚才我存钱了，你他没搞。你一天无忧无虑的，那不是，他反正只晓得跟到那个跑，跟到那个跑。这个人嘛，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。开玩笑。还是有那个意思。我还尝看。尝尝哈。也没那味儿嘞。怎么没有碗？哎，那里拿去嘛。你去拿噻，那里去拿碗。那里真的没整那个。去拿四个碗来，去。吃吧，哎。有点辣哈，还没吃呢。嗯，那个汤还吃不了到。我跟你们说，俺点的是菜嘛，是吧？我不要点菜啊。以后吃豆花饭就一碗豆花一碗饭哈。是噻，就点碗豆花一碗饭就可以了。那个晚上吃点饭就行了。我不够吃。你得行，别个不得行。我们家里面养个女儿，我跟你说，跟养个儿一样的，吃东西还是可以，她就不长肉，我服都服了，她跟她妈妈一样。我嘞，今天大妹想吃水滑肉，那老板也是特意给她煮的碗水滑肉，恁大碗，还是番茄味的哈。我把这个牙齿张开，我看看，吃水滑肉她得的卡丘。会。会。吃了不是啥个面呐，那挂，啥子叫挂面？挂它很。慢慢吃嘛，有点长，慢点吃。在屋里待不到几天喽。他那个滑肉煮得还可以。吃点味道很舒服。又没吃完，打包。我没想，哎，就那个呀。炒个啥子干腰火炒？我记得你最喜欢吃，这是不是点了那个？我不敢吃。结果现在你不。妈妈，那个本来干腰火炒是那个的嘛，跟那个一样。哎，照片哎，图片的那个牌子有差别哦。来吧，吃饱了吧，给大家说个拜拜。来，拜拜，拜拜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是不是？嗯。
你再开那个我明天给你收了。那不我发现他那个石头是我上课禁用了的吧，那一下课来都把它顶到。你也没得事干吗？没得事干。